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！大夫，要不然给他抛了吧？抛什么抛？你说抛就抛啊！生孩子哪有不疼的？你妈哪那么容易啊？不是，你要啥纸拿一下啊？嘿，那帮开车的昨天就来干，有一点事。那人好像是你前夫。谁？前夫？走。车也不整了。忘了来干什么来了？跟他较什么劲？上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你要是关心的话，下去问问呢。别操那心，没准是来看男性不育的。啊！用力！啊！生了！是个女孩啊。哎，你说，像咱兄弟这样的，他怎么可能找不着？工作好，人品好，是吧？你把女孩认识不成也。哎，要不你给他介绍介绍？我哪有那本事？你电视台都搞不定的事情。大哥，哎嘿嘿嘿，姐，谢谢你啊。嗨，应该的。稍等片刻啊，一会儿我有个高中同学和他老婆也约今天茶。哦，没，那没事儿，那多好啊，这人多了，排队的时候还有伴儿，能聊天儿、啊、好，等会儿。哎，来了来了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，嘿嘿嘿，小姐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正好今天我表姐他们也检查啊，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介绍介绍，这是我表姐，表姐夫，这是冯达达，我高中最好的哥们儿，这是他的爱人刘雪萍，也是我们同班同学姐，来来来，认识认识，哎，你们两家啊，都三个多月了，争取在我们这儿查，然后在这一块生，嘿，姐夫，缘分。没缘呀，成心。嗯，认识。他是我老公的前妻。这是我老婆前妻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个？甭管怎么事了，该怎么办怎么办吧。姐夫，这这什么这？该怎么办怎么办吧。那是怎么办啊？人太多了。让我们俩爬楼梯呀、啊。
很多人啊，行啊，那就喷了。今儿到医院见那个围产档案，没准啊一会儿就知道生男生女了。哎，都说是生儿腊女啊，你平常儿媳妇喜欢吃啥呀？要我说啊，看肚子，看肚子啊最准了。生儿子那肚子是尖的，生女儿肚子可就是圆的了。我看都不准，最准呐就是生出来。你不知道吧，现在人有规定不让告诉是男是女，那规定是死的，这人是活的呀。我儿媳妇的表弟啊就在妇产医院当大夫，咱呢跟人家不一样，咱有内线。你看看给他美的啊。哎对，小宝，哎，那个拿这个，先把包包费交了。嗯，记住啊，咱们这是特需门诊啊，然后办住院什么，反正就一项一项挨排查吧。有事再找我，我就在八楼。谢谢啊，那谢谢小郭。哎，你哎，那你们查吧。哎，慢走啊。大坤没给交啊！你不能什么都指望别人，自己交去。行，等会儿。哎，大哥，啊，要不明天您帮我一块儿交了，人太多了。行，那票给我几个，谢谢啊。来，坐。哎，哈，没事，这没多少钱。两回事，够了，足够了，五十就行。行，等着吧。行，谢谢啊。前面大哥，怎么了？您这什么情况啊？我们这都交了得了呗，排半天队了。嘿，你没听见吗？他跟我叫大哥。不是管您叫大哥了吗？那能一样？他可是我亲兄弟。我也不像。嘿，老话说了，龙生九子，九子不同，那能看出像来吗？这有个秘方，你要吗？啥秘方啊？生儿子的。别扯了，我可不敢给我儿媳妇啊瞎吃药。谁说要吃药的？嗯，不用吃药。我跟你说啊，可灵了。我怎么没听说过呢？这是啊，我太奶奶呀传给我奶奶，我奶奶呀又传给我妈。我妈呀，我传给我的，是不是？三十六不起，我们当个人。谢谢啊。多少？五十二。你看错了，你得看中间，这都过来了。哦，马上就六十。五十八。马上六十了。
啊。干嘛？慢点。老婆，你别这么玩。你好，您最后一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？哟，这我可记不清了，好像是中旬吧。大概十几号吧，我再想想啊。啊，不对，好像是月底。想起来了，三个月前，十九号吧。记不记得？我怎么记得？我记了，记得我们家日历上。就算十五号了。你有家住电视吗？没有。生过吗？没有，生过。您是不算高龄产妇吗？啊，那危险吗？一胎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多大了？八岁。丈夫工作环境好吗？环境好。健身教练。偶尔用用电脑，没有其他辐射。健康，健康。叶酸补了？补了。叶酸，叶酸是什么？不光补叶酸了，还有维生素钙片，天天吃。哎，您看还得补点什么？孕妇奶粉喝了吗？孕妇奶粉？孕妇奶粉我们早都补上了。牛奶天天喝。陈晶晶，请进来坐讲茶。哎，来了。家属请在外面稍等。不恭喜我吗？哎呀，李水平啊，李水平，你是真有水平啊！我乐意。是啊，当然了，您要不乐意，那不成强暴吗？你那嘴还这么臭啊，一点都没变。对，要不然咱俩怎么过不到一块儿去？必须得分了，英明。哎，小嫩草有点太。有交通吗？你的半嫩不嫩的半鲜货也不让你小心吧啊，预报了。哼，只许你找一小白脸生孩子，就不许我为我们老胡家续个香火。恭喜你，你这大坝算是结了堤了啊！我祝你啊，一气儿生个八胞胎，赛老虎。怎么着，生一个我不嫌少，生八个我不嫌多。甭管怎么着，好种播在了好地上，没糟践。行了行了，别笑了行吗？瞧你那一脸褶，再笑的话，回头带孩子出去，人家还以为你是他爷爷呢。乐意？你当然得乐意了。就你这样，你要不乐意的话，谁还稀得强奸你啊？自己多大岁数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。哼。这么大岁数才生孩子，早干嘛了？我乐意，谢谢了啊。怎么样？好好。李水平，过来听他亲，家属一块来。哎，当爹的理由是我岁数大。后悔结婚结晚了吧？可不，不是，我是后悔结婚离晚了。我就应该，我是一直守身如玉的等着你。你也是，我早点出现，让我的人生拐了那么大一弯，白闯了十几年的钱。行了，你在我这儿啊，没拐上弯。最后把腰折了，还治了膝盖。姐，你看你，我说的是真话。我就说，要有下辈子，我可不能活得这么失败。我一定早点等你。哟，那你
你打算早多点啊？怎么也得早六年啊？不是，早早能当爹的就当爹，学古人吗？好，起来吧。这就完了，胎儿心率148，正常。就定期来检查吧。哟，不是说让听一分钟的吗？这有一分钟吗？你听有一分钟吗？啊，完了，我没听着啊。放这么大声没听着？刚才那声音就是啊。你按着。两位生。行。听见了，我听见了，就怪那个大夫，他也不言语一声，我还以为是屋子里什么机器坏了，真听见了，不就是那个蹦蹦蹦蹦那个声音？蹦蹦蹦蹦，你打 CS 呢？告诉你，这脑子什么都听不见，我当时在那把孩子生出来，你都不知道。这话说的怎么可能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该干嘛干嘛，你别老跟着我。你干嘛去啊？我陪着你啊。我上厕所去。那我去车那儿等你啊。哎，你把我坑惨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又怎么了？废话，你要是早告诉我你媳妇是我姐夫前妻，我说什么也不能把他们两拨人安排一起啊。我上哪儿早告诉你啊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哪知道这事儿那么寸？冤家不聚头，哼，你这让我多难做呀、啊、你说我怎么跟我姐跟我姐夫交代？你有什么难做的呀？啊，你就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上哪儿会不行啊？啊，非到我这儿来会来？谁让你这专管生孩子的？不是，我什么？现在跟你说，你能明白啊？什么时候你有女朋友了，要结婚了，要当爹了，你就什么都懂了。现在跟你说，就是对牛弹琴。大夫，麻烦你再给他听听，我把他给录下来当彩铃啊。那你买个胎心仪回家自己听去吧，想听多久听多久。要是都像你们在这儿听，那我们都工作了。行了，回家吧，起来吧。那你慢点啊。那个叶酸乳了吗？补了。那个孕妇奶粉啊，还要接着喝啊，但是千万不能把钙补多了，钙要是补多了，该便秘了啊。嗯。哎，姐夫，哎，怎么样，老弟？大哥，今儿不错，这人还不算多，还不多啊？我们旅行社啊，等到节假日出去报名旅游的，比你这人少多了。嗨、哎，你们这都是特需门诊，人不算多了啊。可是这生孩子也扎堆儿。嗨、哎，哎，查完了？哎，查完了，挺好啊。嗯，那个姐，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人物那么复杂的关系，我，哎，你放心，以后。我肯定把你们俩分开了查，行吧？啊，没什么，这也算是个事儿啊。哎，忘了问你了，上次节目播出以后，你这短信电话没少接吧？你就别再操心我这儿的事儿了，你自个儿都当了太后了，你说那可不行啊！我可把你交给我一个好朋友了啊，管到底，直到把你解决了为止。哎，对你姐姐就是当了太后了，也得垂帘听政。谢谢，好，行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行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没事，表姐，哎、你别辛苦，你就哎，那下次要来，我提前给你打电话。好嘞，好嘞，啊啊，你给我忙去吧。行，哎，慢走，谢谢啊，慢走，姐夫。嗯。遇到他心里都是。你有那个必要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是觉得你说都活得变成入土了才当上爹，这得是什么心情？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你问问。现在
他一看见你没跟他说，心里特别不舒服。那我回去跟他再生一个。哎，就算我愿意，你也不愿意。再说了，跟他生孩子，那不是毁了下一代吗？跟你生孩子就成全了下一代。反正不管从法律上还是从外貌上，生孩子这副重担一定得是我来承担。那媳妇儿咋了？害了他哪儿了？看来这漂亮的女人就是缺德。那我算漂亮女的吗？还用说吗？明白。哎，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啊！你别贫了行不行？赶紧上车走人，烦死了。嘿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心情有点不好吧？你说赶的哈，这天儿多好，不冷不热的。好吗？好啊。嘿，这还听见咱儿子心跳了，能不好吗？谁跟你说是儿子了？啊，别，这秃噜出去了。对，对不起。听见咱孩子心跳了啊？好吧。今天吧，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我准备回去，我庆祝庆祝，我写篇日记。来，等会儿开开门。干什么？咱们走吧。哎，好，来来。心里算复杂吧？我复杂什么呀？走了。好好。说那时候他也没想着自己是个小花童。他呀，地不行。那怎么换了个年轻的地就行啊？不是人地不行，是你这种不行。你这叫不尊重事实。事实是啊，咱们想要光机不就中上了？要说这女人吧，生而不生，我跟谁生？心里最不舒服。人家呀，还是不想跟你生。你在他那儿没魅力，这叫什么话？我在您这儿有魅力就 OK 了。小婷，来，先见了点啊。哎，我说到现在你还没搞懂我到底该吃什么，不该吃什么。你以前不就爱吃这些东西吗？以前我爱吃这些东西，那是为我一个人吃。现在呢，是为他吃，懂吗？哦，行，那我去买点外卖。你想吃什么？人参就行。好。说什么呢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乐意，哎，你们回来了。回来回来，挺好的吗？怎么样啊？好着呢。哎，你怎么破鞋啊？憋不住了。乐意，妈。你看不小心。这什么呀？这是。啊，这个呀。这是我今儿个给咱家请来的，不是这有啥大惊小怪的？请这个干嘛呀？让你生儿子啊？这跟我生儿子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啊？这个生儿子啊，吓死我了！妈，您可真……请他来，你媳妇儿准能生儿子。您跟哪儿学的这些个歪门邪道？您这怎么能是歪门邪道呢？你不懂了就别乱说话。妈，您看。这哪像你家啊？您当这是威武厅哪弄的刀杆剑影啥去弄的？呸呸呸！我这小的是邪歪门邪道，哪有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你啥事儿也不懂，不许动，他必须挂在这儿。不是妈啊，就是您要挂就挂啊，再挂一安全点儿。不
行，换地儿就不灵了，你不能动啊！您挂在这儿，你看多危险！看这么尖的东西，你万一扎了人呢？那不能换地儿，换个安全地儿，不能换，换一个安全地儿。不行，换地儿。这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妈，您连这地方您都挂着？哎呀妈呀，您想干什么呀？您这是？哟，爸，您给我吧，都在家呢啊！您请，您请。胡闹！这简直是胡闹，太不像话了！扎着您啊！要摘我摘，您别生气，我摘。不许动！妈，谁也不许动！亲家，太不像话了！我说亲家母，怎么说你也算个文化人吧？啊，你怎么还搞这套呢？你这简直就是纯粹的封建迷信，啊，愚蠢无知。生男生女、传宗接代，这些老观念早就入土了，啊！现在什么时代了？现在男女早就平等了嘛！啊，晶晶啊，他们都是大老爷们儿，还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妈可是真心为你好啊！你看，这当女人多受苦啊！啊，不管是从这个心理上到生理上，那都是弱势群体，都是受欺负的对象。咱不能生一个让别人欺负咱的孩子，咱得生一个有能力欺负别人的孩子啊！行子，照你这么说，目前咱们国家男女的生育比例早就失调了，要都像你这样，咱这社会啊，那不天下大乱了？国家失调不失调跟我没关系，我就知道我们老胡家要是不生男孩啊，我们老胡家就失调了。哎，你我怎么了？我累了，你进去去歇会儿吧。慢点啊！吃啊！慢了点，慢了点，来来来，饿死我不要紧，你想饿死孩子？对，吃吧吃吧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别让他们有这种饭盒，你怎么不听呢？啊，人家那不是没有吗？没有，你可以从家里拿个锅碗什么去打吗？我累不累啊？再说没事啊，吃不死人，人家都说了。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了，来来来，啊，你别运气了行吗？我再去买一趟，这些留着晚上我吃啊。我去买。我跟你说呀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啊，她在精神上吃了不少的苦。这你们也不是不知道，
我可真不想再让他为了什么生儿子的问题上增加思想负担了。对，爸您放心，这事情我一定能处理好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把这些破宝剑乱七八糟东西全都给我扔了它。啊，咱先不行，忍两天，你赶紧扔。你要不摘，那我摘。不不不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爸爸我来。别动！妈，你们这是诚心要断我们老胡家的血脉呀、啊！你拿来给我，对，把扎着。哎呦，给妈，给我，给我，哎，给我！你别抢！哎，妈！哎，扎上了！哎呀，完了，给了。给了，给了，完了！你给爱炮自己打什么门子？有脚动吗？不妥！哎，我姐呢？我说你以后到我们家来的时候，能不能规矩有点礼貌？我一看门没锁，就知道肯定是你一人在家。你说你怎么那么不靠谱？今儿哪天真把贼招进来，看你怎么给我举报的。谁给你举报的？少废话，我姐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他一摔门就出去了，我哪知道他上哪儿了？你干什么了？没干。没干什么，他好好的干嘛摔门？没干什么，他干嘛丢你一人不管啊？都说孕妇脾气大，我今天算是领教了。佟老板，看你这意思，后悔娶我姐了吧？你就别在这煽风点火了，我都快当爹的人了。你还知道你快当爹了呀？那你早就后悔套上你准爸爸的小夹板了。哎，你说我姐一个人出去，你连梦都没啊？这又吃又喝的，你挺踏实的。别吃了。李水玲，你太野蛮了吧你？你斯文。同学这么多年，别人不知道你，我还不知道你。貌似高大，其实就是个脑部空间狭小的空壳小男人。对，对，你那个前姐夫是个大男人啊，他也快当爹了，你赶紧去恭喜他去，别搁我这儿找茬。你说你，我说你别搁这儿烦我了，行不行啊？没问你这句，前面那句，你说谁要当爹了？你有几个前姐？不乐意，不乐意吧？哎呀，这云南白药放哪儿了呢？哎呀，你先找块纱布给我摁上吧。不行，感染了怎么办呢？你看那什么，妈妈那个创可贴。哎，这真是自作孽，不可活呀！哎呦，您把我扎了，您还有理了？这创可贴去哪儿了呢？哎呦，在这儿呢。快点儿，哎呦，哎。忍着点啊，哥，您这兽医啊是怎么着？哎呦喂，你这么大个屁股，得多少创可贴啊？哎呀，这功夫就别省了。整个一上午弄得跟两军对垒似的。你姐一看见他，情绪马上失控，回家把火气全撒我头上来了。这胡乐意出这么大事也不跟我说一下。来，姐姐，喝点水，吃点水果啊。爸，你别忙了，什么都不想吃。哎，吃，这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啊。放那儿吧，真不想吃。哎，不行，吃。嗯，行。喂，喂，出这么大事儿，也不主动向我汇报汇报。太不够意思了吧，姐夫！你打错了。错了？不可能！喂，这是胡乐意电话吗？这是胡乐意家。我找胡乐意。他接不了电话。哼，够横
没，你们先过吧。哎，是不是特疼啊？废话，哎呀，你小心点儿，哎呦，哎呦，伤我神经了。哎呀，哎，金江，是我电话响吧？哎呀，别管了，你快躺着吧，儿子。怎么不接电话呢？不想了，这好，全权做主，连电话都不让接。哎，冯丹丹，你自己掂量掂量，就你这副德行，早晚有你哭的。你等你变成了齐天大圣，看谁？你说什么呢？自言自语不行啊。我觉得你呢？我这么响亮的名字需要改呀？跟你不配，就你这么成天的等着吃现成。你就应该改名叫冯白痴诺。那是我的造化，你想要还没有呢。还疼吗？谢谢法人代表的关怀，好多了。那你还能动吗？动，能动。换个地儿吧，我想睡觉了。换地儿，哎，啊，就这边，就这边。你不是能动吗？是能动，我得自己慢慢。哎，穿鞋。还不洗脚呢。啊！哎呦！就无异于又挨了一刀。你这冷不丁的闯进来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找胡乐意啊，找他有事儿。胡乐意，哎哎，你找胡乐意干嘛？啊？你代表谁吧？我代表我自己啊，我代表谁？你先等会儿，我先找他。胡乐意，胡乐意不在家，有话跟我说。您这唱哪出呢？金屋藏娇呢？这样，我呀上那儿等他，好吧？不行不行，我们家又孕妇，啊。不能闻生人的味儿，闻着了就恶心。您呢，请出去。嘿，这孕妇了不起啊！哎，什么了不起？我的妈呀，这又是哪股阴风啊？海鲜不够乱，哎，你挂了这么个妖精。我夹你！哎哎哎，你明儿来了，我在这儿。哎呀，你们俩的声太大，那得有事外头说去。你都。阿姨，您家孕妇年龄够大的啊。行，你给我这个面子行不行？到底有那么退伍？哎，姐夫，你怎么了？痔疮犯了？是，我这是外伤。我怎么看像痔疮？你怎么那么拼呢？你来了。我怎么不能来啊？姐告诉你，你这同志太不自觉，出这么大事不主动向组织汇报。你这么一会儿没看出来吗？就我这新组织里头啊，领导活的都跟语录本似的，就练我一个，我什么意思吗？你自己找的呀，
你自己选择当二手男，是不是？你享受了双份的快活，你就必须承受双份的痛苦。要是你贫，哎呀！喂喂哎哎哎喂，干嘛呢？你半天不接电话？没事没事，我手机快没电了。你媳妇怎么自个儿来医院了？她做什么检查呀？不是，事儿多呗。人一怀孕，你说给她买的东西也不说好吃不好吃，根本就一口都不吃，就说那饭盒不环保。你出门自己出去了，我不知道干嘛。那你倒是过来看看呀。行吧行吧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。啊，哎，好嘞好嘞好嘞啊，挂了啊。喂。喂，撤呀！喂，哎，喂，小梁，我，你干嘛呢？哎，你没事，你过来点，我在医院呢。你姐自个儿来医院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估计啊，她是不是不想要肚子里的孩子了？什么？